望个人赛可以入到前四名，同埋团体赛同队友攞金牌。我希望可以打多啲比赛，打得好啲，精彩啲俾大家睇。会去韩国集训两个星期，为亚运做好准备。即教练都会有俾一啲体能嘅训练啊，健力上嘅训练啊，咁我哋都会跟随教练嘅训练，咁啊希望可以有最好嘅状态去准备呢个杭州亚运。用平常心去面对啦，系啦，咁希望发挥好自己，享受呢个比赛，发挥好自己最好嘅表现，打好每一剑，全力以赴。希望我哋今次个奖牌可以转一转色啦。我第一次出战亚运咧，就有啲紧张啦，同埋有啲兴奋啦，希望就发挥得自己最好就冇问题噶啦。我就虽然系第三次，但系都仍然好期待今次嘅运会。大家记得留意体院嘅 IG 同 Facebook， 紧贴亚运比赛消息，为我哋打气。杭州亚运约定你，约定你，约定你，做。